10月19日晚 ,OPPO 召开了新品发布会。让我们废话少说，先看一下本次发布会有什么亮点吧。本次发布的产品是 OPPO 开启万物互联的重要一步，分别是 OPPO 智能电视 S1, OPPO 智能电视 R1, OPPO Enco X, 真无线降噪耳机， OPPO Find XI 英雄联盟 S10 限定版， OPPO Watch 英雄联盟限定版， OPPO Watch RX 英雄联盟限定款，以及 ColorOS Watch 1.5 系统。那么这些产品有什么特色呢？首先是本次发布会的重中之重 OPPO 智能电视，其中包括了65英寸的 OPPO 智能电视 S1， 它采用行业领先的 4K 量子点 QLED 屏幕，可覆盖高达 NTSC 100% 超广色域，支持10亿色彩，峰值亮度达到1500尼特，可实现明暗自如的精准控光。此外， OPPO 智能电视 S1 不仅支持120赫兹超感刷新率，更支持48-120赫兹 VRR 可变刷新率，可更好的适配高端游戏画面。在声音表现上，搭载多达18个立体环绕扬声器，支持 5.1.2 声道，具有85超大功率，并支持杜比全景声。在性能方面，搭载联发科 MT9950 旗舰级芯片，更有比肩旗舰手机级别的 8.5GB 加 128GB 储存组合和升降摄像头组件等功能。如果配合 OPPO 的其他产品，使用起来科技感直接拉满。另外还有一款 OPPO 智能电视 R1 系列，拥有55英寸和65英寸两款机型，采用 4K 悬浮屏设计，搭载旗舰级4核处理器和极速 Wi-Fi 6， 给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当然， OPPO 与丹拿合作除了涵盖智能电视，此次推出的神学旗舰 OPPO Enco X 真无线降噪耳机拥有独家的 DB1E 3.0 声学系统，带来更沉浸的黑发级音质。此外还实现多档位降噪及通透模式，同时也支持3麦克风降噪通话，无线充电，提供更人性化的便捷使用体验。在发布会上， OPPO 还展示了其首款圆形表盘设计的时尚运动手表 OPPO Watch RX。 此外， OPPO 还正式发布了 OPPO ColorOS Watch 1.5， 新增了多款 APP 表盘和运动模式，还上线了家庭模式和一键 SOS 急救功能，超过200项的更新和改进，全面升级了 OPPO Watch 的用户体验。 OPPO 还与英雄联盟深度合作，带来了系列定制产品，除了 OPPO Find XI Pro 英雄联盟 S10 限定版，还有 OPPO Watch 英雄联盟限定版和 OPPO Watch RX 英雄联盟限定款。那么最后便是激动人心的价格环节， OPPO 智能电视 S1 首发价格7999元，限时抢购价6999元，两种规格的 OPPO Watch 智能电视 R1 起售价分别是3299和4299。 OPPO Enco X 真无线降噪耳机售价999元， OPPO Find XI 英雄联盟 S10 限定版售价4999元， OPPO Watch 英雄联盟限定版1999元， OPPO Watch RX 英雄联盟限定款敬请期待。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